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。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裘司机，里面请。这个是我的宿舍，床单和被子都是刚换的，床是小了点，只能麻烦你们凑合一下了。不，小孙老师，我们过来就已经够打扰你的了，怎么好意思再占用你的宿舍呢？我们今天晚上就跟孩子们挤一下就行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哎，我觉得这房间其实挺好的，啊，窗户还面朝大海呢，完全就是一海景房。邵医生，你可真幽默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哦，因为最近这个油价又上涨了，发电机啊可能工作不了一会儿，所以你们抓紧时间，好吧？谢谢啊。嗯。你关门干嘛？睡觉啊，不然呢？这地方说下雨就下雨了，不关门怎么睡啊？你真打算睡在这里啊？杜小松，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你想我睡外边去啊？你难道真打算让我睡到外头去啊？我说杜小松，外面刮着这么大的风，电闪雷鸣的，这岛上天气无常，说下雨就下雨。再说了，你请我来的。你这样做未免太狠了吧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我睡地上，你睡床上。你睡床上，我睡地上。这地板上凉，要不然我下去跟孩子们挤一下。放心吧，以前登山的时候啊，和队友们经常打地铺的。你看着我干嘛？放东西收拾睡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陪我来岛上。谢我干什么？我是为阵容来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早点睡吧。上演孤岛惊魂啊，这打雷闪电没把我吓着，你在这蹲着把我吓个半死。你能不能有点爱心，不要在这说风凉话呀？我从小就害怕打雷。平时看你不是胆儿挺大的吗？啊，怎么这会儿怂了？哎，起来吧，别自己吓自己了。我不，我待在这儿比较有安全感。有安全感？
嗯，手都冰了，还不起来？这夜里头，房间温度低，地上有湿气，坐地上会生病的。 我的样子真有这么可怕吗？当然没有啊，我自己吓自己的。你刚才做梦了？嗯。要不要聊聊？你看上去很伤感的样子。你吓得都坐地上了，就你现在这样，你还有心思关心我啊？ 我就是随便问问，你要是不想说，我刚才梦见了一个人，我努力想看清他的脸，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，我就是看不清。梦里头也是这样的，雷电交加。 是你的亲人，是，可他很早就离开我了。他已经去世了，那是。好了，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点休息吧。